don't shine when you're not near. I don't feel like I do when you're with me. It felt like suddenly our souls collided, hearts entwined when I decide. Hello， 大家好，我系 Edith， 欢迎翻到嚟我 channel 啊。唔知道大家有冇時候咧，會想整一啲特別啲、獨一無二啲嘅設計，用喺一啲個人物品嗰度啦，又或者咧整一啲獨一無二嘅賀卡咧去送俾人嘅咧。咁但係咧如果咧你要出去訂做嘅話咧，都係幾花錢啦，同埋咧都要好長嘅時間嘅。咁但係咧外面買到嘅現成款式咧，又好似唔係咁有心思喎。咁如果你都有呢個煩惱嘅話咧，咁今日呢條片咧就非常之適合你啦。因为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产品就可以在家很方便地做到一些独一无二的设计，而且也很容易做到一些在外面很贵才买得到的 design。 要介绍的产品就是这一部 Cricut Joy。 很开心 Cricut 他们找我合作，因为其实很久之前我已经有留意开这个品牌，他们一直都是有出一些大型的剪裁机的。看到很多外国的 creator 他们都会用 Cricut 去剪裁一些他们的贴纸或者一些不同的产品的，所以我一直都有一个想法要不要买回一部的。适逢他们找我合作就啱晒了。Cricut Joy 其实是一部多用途的迷你剪裁机，除了剪裁之后还可以绘图和写字的，只要配上它里面的 software， 你就可以很轻松地剪裁出你任何想要的形状，又或者画出你想要的图案。所以大家如果在家用的话，随时想起做些什么就可以拿它出来，即刻就可以连到去蓝牙那里，就会很方便地可以做到一些不同类型的 design。咁今日咧，我就会用 Cricut Joy 咧嚟做三个 design 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记得睇落去啦。咁简单讲下咧，佢个构造啦。咁其实呢度打开咧，呢下已经系劲有质感噶啦。因为佢咧系有个磁石设计喺度嘅。咁跟住咧呢度就系佢个刀片啦。呢个咧其实系除咗刀片之外咧，佢都可以换做一啲嘅佢哋特別的筆啦，咁嗰啲筆咧就可以幫助你畫到一啲你喺電腦電山好嘅圖案出嚟啦。需要畫啲好工整嘅線條嘅話咧，我覺得就非常之適合啦。呢一部咧比較細啲，但係咧佢操作嘅範圍咧都係有 A6 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整一啲卡片嘅話咧，就特別適合啦。首先第一件事我就想用它来做一些特别的手掌版面的素材，包括就是我成日都会自己设计的日褲。有很多朋友就是他们到新的年度的时候都会特地买一些可以撕的日历，又或者是一些很细粒很细粒的日历，都是为了可以撕起它用来做手掌的。有了 Cricut Joy 之后你就不一定要买那些每一年有的日历，又或者如果那个款不啱你的话都不要紧，因为你现在可以自己整了。譬如我比较喜欢这个圆角的形状，它里面都有很清楚多少 cm 乘多少 cm 的。本身我已經有些彩色的卡紙了，我相信大家家都會有一些不同顏色的摺紙或者一些手工紙，那些都是很適合用來做這個啦。所以我就校它的尺寸是大概6 cm， 好，然後我就可以在上面加紙了。在它這個配套軟件你可以很簡單地加上一些不同的圖形和字體，排好晒之后一次过将它 attach 埋一齐就得噶啦。如果你用它呢啲本身佢哋公司出嘅一啲纸材嘅话咧，咁你就可以直接印完之后咧就即刻就贴埋都得嘅。咁而呢一种咧系唔需要用垫板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系要用自己嘅纸材嘅话咧，咁你就可以用呢一块垫板咧去做啦。咁佢本身咧系有黏性噶啦，咁你就可以咧将你嘅纸材咧黏喺上面。咁佢有啲嘅間線咧，都係幫助你對位嘅。好啦，咁而家咧，我就將呢一個圖案咧去送過去啦。咁佢就會成個圖案就擺咗喺度啦。咁你對清楚所有嘢啱之後咧，你就可以撳 continue 啦。之後咧，你就可以揀翻你嘅紙材啦。咁我諗我而家大概呢張紙都唔係好厚啦，我估係 cardstock 就到得啦。然後呢，揀完紙材之後呢，
其實會 make sure 你呢一個嘢係 align 咧。OK 啦，咁你而家佢就會開始印噶啦。就是这样，超快就完成了。那第二种素材呢，有没有人看得明白是什么来的？没错，就是 to-do list 啦。我想整一个通番的设计啦，将你画好的图案 upload 做图片这样啦，然后呢摆到下去呢，它就会可以印回啱的图案出来。我这个橡果的设计呢，中间有条更幼的线的，但是它裁剪呢非常的准确啦，所以呢那个更幼的位置呢都是印得非常的漂亮。好可爱啊。咁第三个手账素材呢，我就想用它啦，再加埋纸胶带咁样嘅，然之后呢就带剔一啲形状出嚟做一啲素材嘅。咁而家我就试下将啲纸胶带贴满呢度先。大概是6cm 啦，都是6×9。咁我只要唔超出呢个6×9cm 咧，就应该 OK 噶。好特别独一无二的手账素材啦。咁呢啲咧用嚟做装饰系非常之好。你见佢好似咧，头先我哋黐到咁混乱啦，但系当佢咧加加埋埋之后咧，其实佢出嚟个效果系好靓。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做一个手账版面嚟咁呢啲嘢嚟。好啦，话咁快咧，我已经将啲素材咧整咗做好靓嘅手账版面啦。我觉得咧全部都超级有特色啊，因为咧全部都系由自己 design 嘅素材啦，配色啊、大小啊、形状，全部咧都可以自己控制，咁成个版面咧就会协调好多啦。咁第二样嘢咧，我想整嘅咧就系一个 T-shirt 啦。咁佢都可以用到啲 iron-on 嘅 consumable 啦。咁就系咧可以俾你咧烫上去一啲嘅布料上面啦。咁咧我就打算咧印一个咧系我自己设计嘅草莓 character 嘅贴纸啦，然之后咧就烫上去我件 T-shirt 上面嘅。呢个咧我自己都未整过啦，咁所以咧我都有少少紧张。我而家就打算咧将嗰个 logo 咧印咗做纸先，睇下佢出嚟个效果咧，嗰啲前后凹凸有冇设计上面嘅问题先。应该大致上就会变成咁样啦，咁你就可以用佢 transfer 嗰张 tape 咧，首先黐住咗佢啦，咁个图案就会起出嚟，你就可以转去其他地方噶啦。其实我仲未谂好系咪真系要整喺件 T 恤度啦，因为好似我惊嘥咗佢。哇，摸出嚟睇下先。哦，咁你见到咧，佢系咁样嘅，咦，原来系。哦，我知啦，佢戒嘅时候咧，佢会有块保护膜嘅。咁到你戒完之后咧，你就可以搣咗面嗰阵噶啦，应该。好，紧张。你应该见到咧，个图案已经整咗上去噶啦。跟住咧，我就要好小心咁样咧，将嗰啲唔要嘅部分咧撩翻出嚟。撩好晒咧，你就可以成张贴落去你嘅衫上面啦，然之后就开始烫啦。正面、背面咧都烫下佢。最后咧就将嗰个保护膜咧搣翻出嚟。如果你想你搣翻出嚟嘅话咧，应该你个图案就已经烫实咗噶啦，咁就完成咗啦。哦，你睇下，好得意哦！咁佢系本身嗰张纸系闪吓，系啊，系就系闪噶。
咁樣噶，我印咗多一個。好，咁第三個 design 咧，就邀請埋家姐同我一齊玩啦。第三個 design 我就想整一個回憶盒子嘅。咁大家都知道咧，我係好錫我只狗啦。咁雖然佢而家離開咗我哋啦，但係都係好掛住佢嘅。咁所以咧，我就想咧揀一幅相啦，然之後咧重製翻嗰個場景咁樣咧，就擺喺呢一個嘅木盒入邊啦，做一個好有紀念性嘅一個嘅盒嘅。咁而家咧，我就已經咧大概砌好咗一啲我想擺入去嘅元素啦。咁我就會開始咧將佢 cut 出嚟嘅。好 ，cut 完啦，个 feel 好酷，系啊，同埋佢 cut 得好精准。Yeah, I just wanna sleep, but lately I've been sleeping way too much. Cause baby, I've been dreaming about us, and I can't help but wish that all my dreams came true. But I'm not ever wishing on a star. 好啦，咁咧呢三个设计咧，唔知大家最中意边一个咧？咁我自己觉得咧，三个都系各有特色。第一個咧就係好方便日常，而且手帳嘅時候咧，你真係可以令你個版面咧增添好多樂趣啦。而且咧手帳嘅素材咧喺坊間咧真係唔算話超級多啦，咁你就可以咧諗多啲新嘅設計咧都可以隨時用啦。第二個設計咧就係好型啦，即係當你可以整一啲圖案咧喺自己嘅袋啊、衫啊、襪啊、鞋啊上面咧，你行出街嘅時候咧，你周圍嘅朋友咧都會覺得哇好型喎！你將你自己設計嘅一啲嘅 logo 啦、啲文字咧整咗出嚟啦，係可以經常著喺身啦，我覺得係好正嘅事啦。而第三個設計咧都係非常之有意思啦，將你一啲好重要嘅 moment 記錄低落嚟啦，無論係自己留念啦，又或者係送俾人做禮物咧，我覺得都係非常之好嘅。所以咧，我自己最中意咧都係呢個回憶盒子嘅設計啦。咁如果大家係有一啲好特別嘅 moment， 亦都好想用呢一種方式記錄低落嚟，你又未必自己想整嘅話咧，咁你都可以 inbox 我啦，去訂製嘅。咁我而家咧就開放一啲少量嘅名額啦。咁名額有限啦，咁如果你係對呢一個 product 咧係有興趣嘅話，就歡迎 inbox 我問下啦。系啦，咁大家如果咧对于 Cricut Joy 呢一部机咧系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咧去翻佢哋嘅官网嗰度睇下啦。佢哋仲有好多其他嘅配件啦，同埋玩法嘅，咁大家都可以自己再 research 多啲啦。咁我哋今条片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Till then, I guess I'll see you in my dreams.